隔离标点在这个位置，闪标，闪标海岸，对，在这里。我看到了三伤，这么远，没必要倒啊。再过二。五五开复播了。复播之后，人气依然火爆，人气指数基本上维持在400万左右。蛇哥昨晚也直播了，蛇哥的人气基本上在160万左右。不是，一共有四个人。五五哥，五五看，一哥的位置啊，依然坚挺。昨天，五五开。先直播了英雄联盟，从11点多的样子吧开始直播绝地求生，全程未发现有开挂迹象啊，而马飞飞有明显的开透视的迹象，发现了所有应该发现的人，非常的牛逼。这一次啊，卢北伟不再强调未使用外挂，最少我开到的这段时间哦，他不回应任何弹幕。其实我不是第一时间发现他的，对，我不是第一时间发现的，我是在一个群里有人说，哇，五五开复播了，牛逼呀、啊！我所以才看，看到时间已经很晚了。这次出来以后啊，明显的从最少是从那个表情上来看啊。他收敛了一些，放下了以往轻狂的表情，增加了几分内敛。哎，可能受到了某某高人的指点啊，基本上不和匪丝进行对抗了啊。卢不畏伟付出的结果和牛皮糖猜想的差不多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而部分网友感到非常的吃惊。传说中的凉凉并未出现啊！传说中的凉凉并未出现啊！同时，直播室里还有着大量的如牛逼的水军在带节奏，所以一些微弱的反动声音啊，很快就会被淹没在里面。还是我跟你分析一下，来海边。经过这次复播之后。卢牛逼的抗体啊就会再次增强，如果再有实锤啊，即便是再有实锤也没有之前的杀伤力了啊，杀伤力连就之前的一半甚至三成都到不了了，所以再有实锤的话已经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了。因为跟风的人就会少很多，大量的少很多，所以呢我们只能在这里说啊，斗鱼还有这个卢北伟还有蛇哥已经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，但他们没有损失吗？有，损失大，但是这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结果，特别是损失最大的还不是卢北伟。经过此次事件之后，最少在近一段时间内，他还是可以啊，可以有自己高昂的收入。这个绝地求生它是一个爆款游戏，爆款游戏的话，一般粉丝都舍得是给礼物。我前两天在看错觉，就是熊猫错觉和校长在一块双排的时候，他们在聊天中透露了，就是错觉平时基本人气是50-60万，一个月的礼物收入是100万。错觉只有在和明星双排的时候，比如说和校长双排的时候人气100多万，他平时自己排的时候基本上是50-60万的样子，那他的礼物收成都100万。那你想想卢牛逼400万人气，这个礼物你看现在两个超级伙计厉害厉害。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，他就会抗体继续增强，然后依然进行了自己的直播之路。
啊，这是我这个录像又自动回放出来了啊。嗯，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，以后我们会继续关注啊此次事件的走向。人气指数一直维持在。